哎，周帅，你在忙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有啦，你都懂哦，我做很多拍摄，然后我要上传去 IG 啊 TikTok 啊，我都要用到我的电话来 edit 哦。然后可是我的电话又很 lag， 然后我现在就想问你哦，有什么电话可以介绍哎？这样。 你什么要求 ？budget 多少？这个很简单罢了，我要的就是那种processor 很强的 RAM 啊，还有那个 storage 啊是很大，然后是不会 lag 的。我要，可是你都懂哦，我的 budget 有限啊，我的 budget 就4000块以下啦，因为你都懂哦，我是月光族啊，没有什么钱的。你这个要求 极为简单哦。嗯，让我想一想，再告诉你。OK 啊，OK。 哎，主帅，主帅，你周末人想下什么呢？没有啦，我最近想换电话哦，但是又不懂要换什么电话嘞，所以我就问你喽，你家里还是不是先？又换电话？你要怎样的电话？最重要就是可以打电话啦，电话啦，看 video 啦 ，YouTube 小红书，然后要写稿，我反应要快，最重要要防水，然后speaker要大声，你懂吗？我喜欢听音乐的嘛，是不是先？哦，还有，我不要跟别人一样的颜色的，我不要那种黑色、白色，我要很 colorful 的颜色，这样子我就不跟人家撞了哦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上个厕所再告诉你啊。 哎，主持人，大空没有，你在这直播。我要问你啊，你懂我这个人很喜欢玩 game 是不是？我要找一个手机啊，是用来玩 game 的，然后那个屏幕要够大 ，storage 也要够大 ，battery 也要够大，这种下载 game 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玩得爽爽，不用麻烦，而且视野也比较好看。应该有的，有吗？懂吗？知道吗？是有的，可是你可以等我大完遍再跟你讲。OK， 这样子你大完遍了，立刻要跟我讲，我适合哪一个手机，知道没有 ？OK， 哎，门口在那边。 啊，没有，OK，OK，OK。哎，九叔，得空吗？不得空。不要讲啦，我只要问你电话的东西吧。我最近哦，电话的 camera 不顶了，然后现在我只是想要找一个哦，有美颜的啦，有 life focus 的啦，然后 steady mood 的啦，这一些你懂的啦。我拍照啊，拍出来 post 出来，没有人 like 啊，就没有饭吃了。 够了，跟你们讲啊，你们要的电话就在这里 ，Samsung Galaxy S20 FE， 用 Snapdragon 865G chipset， 8GB RAM， 256GB storage， 要快，没有人够它的 5G 快，而且它才卖3399令吉。然后如果你要大电池、大容量，还有 4500mAh 的大电池，支持25瓦的 Super Fast Charging， 而且拥有 6.5 寸 Infinity O Full HD Plus Super AMOLED Display， 120Hz Super Smooth Refresh Rate， IP68 Water Resistant， 要好的 speaker 有 Dolby Atmos， 够大声、够亮、够 bass。 要CP给个 camera， 这个有12 megapixel main camera， 12 megapixel ultra wide， 8 megapixel telephoto lens， 还有一个32 megapixel selfie camera， 要美颜，要 super steady， 要 live focus， 要 super slow mo 也是有CP。那跟你们讲啊，要买自己去三丰官方网站购买，不然问一次打一次。